正常营业的百灵帝君。妖魔胆敢越界者，无论何种原因，杀无赦！赶紧去给我找柳一欢！是。见到司凤的百灵帝君。不允我作对啊！对啊，还是我的部下。对啊，对，小弟，我刚跪着呢。他跟你爹是哥们儿。你叫我声叔叔。但是，哎，一般叔叔见到皇子谁也还是皇子，哎，应该见到叔叔。那就是太子跟那什么王爷的关系吧。无职西学，你倒是天上地下处处与我作对。妖魔君攻向天界时，你还方知退而避邪，可终究。对着他说，对着他说，我终究为了魔煞星而舍却仙骨，如今又让他抬上自己的龙族，到现在又不让他为自己讨一个公道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天界三世保全三界，其中一人还有大神杀人的杀之杀，所以导致我的怨气不增不减。做过的一切公开向罗侯爷谢罪，从此以后他是罗侯爷也好，玄机也罢，你都不要出现在他生命中。毕竟西泉殿下做保还是值得一试。为天庭和谐发展鼓掌。